上海每一个感染的时节，有一个困难填不起的肥液，桃园市关键企业双联景点另家老屋的主人林建堂就用老地来拍传统的客家婚礼。林建堂讲，一下沙皮的变迁，传统的树铁复杂的各所做出本时色的婚礼期待起来，也摆入本每一西郎作段古装睇下老夫房来拍婚礼，就会期望大家来感受到头摆闹热婚礼的秀。昨天故障参加婚礼亲戚朋友，有的送拿的娘亲牌，有的开灯楼阁，很多人闹闹捏捏去寻人物看娘亲，烦恼气氛，现场参加亲戚朋友都知道动神气。伊期待讲了会场面吼，来回忆安尼诶东西吼，甲阿妈妈去着结婚的个会场面吼。就参与其中，感觉就蛮有趣的、啊。前方一摆传统婚礼，新娘爸爸林金堂讲，传统客家婚礼当用民俗特色，用自家老火房同客家礼俗，爱加出去每夜，感受到每家用心的安排。我们刚好有这个128年的古厝呢，那我想说，自己的女儿呢，那也让她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回忆。然后从这边出去，其实就跟以往在外面饭店的一些形式状态有点不太一样，其实会觉得非常的感动。林建堂讲，虽然古婚礼过程复杂，不过本人后生人熟悉了解台湾古婚礼文化，还有自家老屋历史，大部分的温暖鼓励发通，希望做到同新人同亲戚朋友带来新的感动。下新闻论坛传播台。